呢個就是英女王，呢啲就新啲咯喎，查理斯三世喎。呢個都係啦，查理斯三世，呢個加拿大嘅四分一元啊，一個 quota， 2003年呢個咧，2021年呢個都係查理斯喎。因為好耐冇用銀仔啦，我都冇留意啊。我而家先留意到有查理斯銀仔出咗，咁呢個係1867年、1992年伊麗莎白二世。呢度邊度 ？Scotia，North Nova Scotia。